比赛开始，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，他目前排在第一位，旁边的是特拉梅尔、奥里加尔斯，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，刘翔赢了，刘翔赢了，刘翔创造了历史，一个黑头发、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，刘翔创造了历史。刘翔获得了世界冠军、奥运会冠军，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，12秒91，12秒91。当然，这个成绩还要经过最后的核实。12秒91，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。刘翔